哎呀，这老张一直没过来住，我也没打扫卫生，有这灰有点大，别介意啊。这老张住的条件还不错啊。哎，那是啊。哎呀，其实啊，我呢收了人家房租，人家什么时候来住我也不用多管，但是刚好我这里啊出了一点点状况，我儿子要结婚了，我就想把这里收回来。 给我儿子做婚房，那是人生的大喜事啊！恭喜恭喜了！哎呀，谢谢谢谢！哦，对了，老张的东西啊，在这屋，你们过去看看啊！啊，好的，来这边请，这边请啊！啊，所以我才写了那封信给老张，我想跟他商量一下，我想把钱还给他，反正这里也没人来住。他说了，没问题。真的？嗯，那太好了。 会计，小学校长，原来这房子是给姓孟的那家人租的，怪不得没人来住了。一个邓明远，一个张瑞金，共产党对姓孟的这家人付出的代价不可谓不大呀。租房子、找工作，现在连工作证都准备好了。 向远生，马上把孟家凶杀案的档案给我全部拿出来。 邓明远的人把他叫走了吗？那个人你有没有见过？他叫什么名字？他现在还在不在上海？组长，是安排了一个人保护他，但是我不知道是谁。孟多慈，邓明远，派何有庆。 来保护孟多慈一家。如果何有庆去了广州，他的身份就变成了向远生。可是邓明远，何有庆死在文华饭店了呀。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，又是谁啊？
管他是谁，只要他敢用共产党向远生这个身份，他就是向远生。昨天上午回南京的火车票，你哥说他已经给你打过电话了，你也承诺这次乖乖上火车。我现在奉命亲自把票送到你手上啊，华少爷。谢了。我反正也是顺道，后天跟你一趟火车回南京。我调走了，去苏州，中央军校野营办事处参谋处，回南京休整几天就出发。我听我哥说，你过去之后就是中校主任了，恭喜啊。我知道你小子根本就不在乎这些，所以跟你也没什么可炫耀的。但是当兄弟的，有些话还是得说。我和你都是前途一片大好，大家都在一步步往上走，你也别耽误了，听我就劝，赶紧回正轨吧，啊。我知道。知道知道什么？你都知道，你刚来上海的时候我送你去火车站回南京，结果呢，我告诉你啊，后天我来接你，别又让我白跑一趟。谢谢你的票。少来，滚蛋。行李都给你收拾好了，香港和你上海的家差不多，环境还是很好的，也很安全。你怎么不吃呢？你父母的那位朋友是一位很和蔼的太太，他们夫妇会照顾你，到时候每三个月我都会给你寄一笔生活费，总之你生活不用担心。怎么了？就是石老师，你知道伊斯克拉计划吗？我跟远生哥哥去了郊区的一个小院子，那里面有很多小朋友，还有一棵挂满星星的大树。我手上这棵就是他们送给我的。我还听说伊斯克拉就是为了保护他们的计划，我的爸爸和妈妈都是其中的一员。你和向元生哥哥去了新平路那间孤儿院，石老师，你也知道呢。其实，我也是伊斯克拉计划其中的一员。你父母非常的了不起，为了保护那些小朋友一直在努力着。汇丰银行保险柜那笔钱，就是他们为这个计划准备的。现在这笔钱也通过大家的努力安全送到北方了。支援抗日，打败敌人，我们只有打败敌人，才能让这些小朋友更好地活着，知道了吗？石老师，我能加入你们吗？现在还不行，你自己还是个小朋友呢。那等我长大以后呢？石老师，你是什么时候加入他们的？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吧。我17岁那一年，一个人从南京坐船到了大连，再从大连乘火车到了哈尔滨。
然后转到满洲里，最后从满洲里出境，乘火车到了莫斯科。我还记得那个时候的莫斯科已经是冰天雪地了，但我心里一点都不觉得冷，就是等你到了17岁，你也许会面临这个问题，到底要不要选择这条路。到那天你心里就会有答案的。对，黑标。远山哥哥，我今天就要走了，你以后还会记得我吗？当然，我怎么会忘了你？多次，上海的事情都过去了，去了香港，好好开始你的新生活吧。我会的，我会想你的，也会想明明姐姐的。这是我给明明姐姐买的药，但是一直没有机会见她，所以就没有给她。你能帮我带给她吗？好。远山哥哥，你说咱们以后还能见面吗？当然有机会。那是什么时候呢？等你再长大一点。那我一定要快快长大。好。远山哥哥，你说我长大之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？你才8岁，你可以成为任何你想成为的人。多次，你和那400多个孩子一样，你们都是星火，你一定能成为群星闪耀里的一颗。深哥哥，我也要谢谢你。
请赶紧睡觉。加油加油，不睡不睡。朱志杰，快跑！向前的妹叫什么名字？李秋实。秋实，秋实。他走过彷徨，前往远方。着月光寻找方向，风吹散孤单，又吹来无常。夜终将过去，黎明又明朗。满天散落的星，你说我长大之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？你才八岁，你可以成为任何你想成为的人。每颗心都无恙，别怕。就是等你到了17岁，到底要不要选择这条路？到那天你心里就会有答案的。把彼此路照亮，每颗心都无恙，别怕，也不会太长，别怕，也不会太长。不能偷看啊，不能耍赖啊。但我没到。好了，3、2、1。哇，你之前不是问我四所有没有女警休息室吗？以前没有，现在有了。哇，还有新鲜的花。怎么样，还满意吗？满意，特别满意。我们几个都商量好了，这个房间只能你用，所长都不能进来。说没有，所长，我就不信了，连我还不让进了。哎，干什么？怎么了？你也不能进。你看，女警休息室，你要是女警的话，你就能进。准备还挺齐全，不进不进，我看看，拾掇的怎么样？嗯，不错。嗯，很浪漫。这几个臭小子啊，慷他人之慨。这房间是原来我放烟酒汤渣的小仓库，你用。谢谢所长。我听这意思，你还有点意见呢。谁有意见？你有意见？你有意见？没意见。你没用的房间，我看谁敢有意见。行了，别傻笑了。你围着女孩子房间门口，都干什么去？上。谢谢所长。谢谢你们。哎，陈队长。哎。这是还给四所的警服，还有秋实给明明买的药。哎，进去一下吧，好歹跟大家打个招呼。又喝回来了，黄站长。哎，队长，他们几个考核都过了，就升这一条。
你停止处分撤销了吗？撤销。我先发。来，都出来，快！哎，二哥，哎，二哥，哎，队长好，队长好，队长。有重要的事情宣布啊！你们的考核通过了。哇！那我们是不是正式警员了？那当然了。正式警员天东宝，正式警员孙红发，正式警员杜明敏。有外甥，夏警官，快来快来，有好消息。连生，你的考核通过了。其实我今天来是跟大家道别的。我来四所当警察前，是军政部电雷学校二期航海科的学员。学校的假期就要结束了，我也该回学校参加作战训练了，所以也是时候离开上海了。你不是渔民啊？对啊，我们当时看你写的那个是渔民啊。抱歉，我不是渔民。其实我也不叫向远山，我叫华珍。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，借用了这个名字而已。这是秋实让我带给你的，他知道你受伤了，给你买了很多的药，但他可能没有办法亲手交给你。谢谢。他还让我跟四所的各位说一声感谢，谢谢你们这段时间对他的帮助。秋实安全离开上海了吗？已经离开了。那你还会回上海吗？应该不会了。既然都要走了，一起拍个照片吧，留个纪念。啊，拍，对对对，我拍照，拍个照，拍照，拍照，拍照。哎，县警官，咱可以去敏敏家喝。对对对对，行，拍张照，那必须得拍个照，留个纪念。这么齐，是不是？对对对对对对对。这里面乌漆麻黑的，什么也看不见呢。我那，太神奇了。说这里面有什么东西啊？不知道，看看。别动，扣好了。嗯。让开呀。向警官，你这回到南京，你是不是能听见坐船呀？那叫军舰。哦，军舰，军舰。那我们要是去找你的话，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坐军舰？哎，那咱找个休息的时间，咱就去南京看看向警官。那没问题。哎，但是这个军舰，我们要是不是随时都可以坐呀？这。大家站好吧，差不多可以拍了。好，叔，我先来一张。对对，你后面让开，让开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想拍一张单独的？爸，啊，这不合适吧？
照什么单独的呀？合影合影，照一张好多钱呢！你来来来来来，合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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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合影合影，我站哪儿？你站哪儿？你这都站中间了，你就别动了。虽然站中间。别上，来，你马上要走了，你站前面。你今天是主角，你站我边上啊！哎，队长，拍照，队长。哎，怎么还少一个？队长，快一点去！这干什么都不积极，你。风机扣啊，帽子都检查一下啊！就别那么严肃，老师。我。还是你没想好。好了，好了，可以照了啊。可以。好。哎，那等会儿，一会儿喊个预备，我们喊个口号。可只有一次机会啊。只有一次机会。好，准备。哎，对，看镜头，好。我说你们能不能笑一个？来，笑一个。要笑的，拍照是要笑的。来，笑一个。笑。哎，对，对，好，好，保持啊，看镜头，预备。四所的口号是：匡扶正义，保护百姓。秦街公安局十六铺分局第四警察所。对不起，因为天气原因线路不通，请您晚一些再重试一下。骆明敏，骆明敏，哥哥，骆晴晴，你们怎么来了？下雨了吧？让我们来给你送伞。给你拿点吃的，我们陪你待一会儿再走。正好给你们看看，这是四所为我一个人修的休息室，女警休息室，快进来看看。嘿，怎么样？没骗你们吧？我就是很受欢迎。哥，这比你弄的好。确实弄得挺好的，不错。他们对你真好。这个梳子也是他们送给我的。孟明敏。夏警官明天就走了，你知不知道？你就不去跟他道个别？你没有话要对他说吗？没有。你明明就喜欢他，他也来给你送药，你伤得好了，有什么好送的？什么喜欢？那个小孩懂什么喜欢？这大人还弄不明白呢，你肯定有什么言情小说看多了你。我再过几个月就18岁了，18岁怎么了？18岁我就不是你姐姐了。我要是你，我现在就好好准备考大学的事儿，少管大人的事情。
你算什么大人啊？你什么都不知道。向警官去了海军部队，那是要去打仗的，上战场，你知不知道？上战场可能你们这一辈子都见不到了。陆晴晴，你是乌鸦嘴是吧？我什么就一辈子跟你再说一遍？不是乌鸦嘴，我教你怎么打人。别打了，别打了。陆晴晴，你教我的呀，我就是大人了，打吧打吧，你教我。真服了你们俩。哎，服了你们俩了，咱们走吧，哪打到哪儿啊？走了，我是你姐姐。知道为什么要跟随谁？为什么离开我？哎，香艳生来啦！我过来拿个东西。你是在找什么东西吗？警察手册。就是回来找警察手册的。以后不当警察了，想留着做个纪念。今晚就你一个人值班吗？嗯，本来是我们两个人一起的，没来得及赶。不过没关系，哥哥和洛晴晴都过来陪我了。在这儿。我来的时候坐车来的，没有带伞。你有伞吗？没有，我没带伞。要不然等雨停了我再走吧。那就等雨停了再走吧。刚才那个休息室是白警官他们给你布置的。
是二白哥他们给我布置的，说是给我一个人的休息室。我终于明白你为什么这么喜欢四所了，恭喜你啊，正式成为四所的警员。羡慕吧，你现在也通过考核了，你要是想留下来，现在也来得及。你真的是海军啊？嗯。我以前看到过那种很大很大的船，你是会开那种船的海军吗？嗯。那你去当海军是因为跟我哥哥一样，当时被抓过壮丁吗？你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啊你？那倒不是，我也有一个哥哥，父亲希望我们兄弟俩一个从政一个从军，刚好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当海军，所以考了军校。那你哥哥呢？我哥哥的侍从室第二处当秘书。侍从室就相当于以前的军机处。军机处？军机处吗？军机处。就是专门给蒋委员长处理事情的地方。那你爸爸呢？他是军政部次长。不过当海军是我自己的梦想，不管家里支不支持，我都会去当海军。我要是你，我现在肯定在家混吃等死，游手好闲。你如果真是这样的人，上次受伤，你爸说靠照相馆可以养你一辈子的时候，你就不会再回思索。但你还是回来了。那是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是皮球，容易扁，但肯定是不会破的。一个人内心有多强大，他背后的家庭就有多温暖，这一点我很羡慕。你不也是一样吗？你就是那种天之骄子。我跟我哥哥关系很好，和父母其实我很少见到他们。父亲以前忙于战事，现在忙于政事，小时候我几乎见不到他，后来住进了军校，就更少见面了。其实我身边的同龄人大部分都跟我一样，所以当我遇到你之后，我才知道一家人原来还可以这个样子，可以没大没小，高兴了就抱在一起，不高兴了就吵一架，关心和喜欢都可以直接说出来。我好像没有这个能力。这还不简单吗？有张嘴就能。其实，我也是认识了你之后，才想清楚了一个问题：我想要成为什么样子的人？以前我爸爸总问我，为什么一定要当警察？我说，其实我也不是一定要永远都当警察，我只是觉得人活着一定要有一件能做好的事情，不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更不能成为一个一无是处的人。你呢？你为什么要当海军？从陆大转到电雷学校的时候，很多人都说这是一条晋升的捷径，但是去海军并不是捷径。我们的海军一点也不强大。
地充满光明，又怎会期盼闪耀的星，藏些许微光人间流浪，写温柔的诗清风吟唱，满天散落的星辉，午夜把彼此路照亮，啊，每颗心都无恙，别怕也不会太长，他走过彷徨前往远方，他踏着月光寻找方向，风吹散孤单又吹来无常，夜终将过去，黎明又明朗，满天散落的星，午夜把彼此路照亮，爱每颗心都无恙，别怕也不会太长，别怕也不会太长。